出埃及记第37章。比萨列用皂荚木做柜，长二肘半，宽一肘半，高一肘半，里外包上金金，四围镶上金牙边，又铸四个金环安在柜的四角上，这边两环，那边两环。用皂荚木做两根杠，用金包裹，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，以便抬柜。用精金做施恩座，长二肘半，宽一肘半。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，安在施恩座的两头。这头做一个基路伯，那头做一个基路伯，二基路伯接连一块，在施恩座的两头。二基路伯高张翅膀，遮掩施恩座。基路伯是脸对脸，朝着施恩座。他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，长二肘，宽一肘，高一肘半，又包上金金，四围镶上金牙边。桌子的四围各做一掌宽的横梁，横梁上镶着金牙边，又铸了四个金环，安在桌子四角的四角上。安环子的地方是挨近横梁，可以穿杠抬桌子。他用皂荚木做两根杠，用金包裹，以便抬桌子。又用精金做桌子上的器皿，就是盘子、调羹，并奠酒的瓶和爵。他用精金做一个灯台，这灯台的座和干与杯、球、花都是接连一块垂出来的。灯台两旁插出六个枝子，这旁三个，那旁三个。这旁每枝上有三个杯，形状像杏花，有球有花。那旁每枝上也有三个杯，形状像杏花，有球有花。从灯台插出来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。灯台上有四个杯，形状像杏花，有球有花。灯台每两个枝子以下有球，与枝子接连一块。灯台插出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。球和枝子是接连一块，都是一块精金锤出来的。用精金做灯台的七个灯盏，并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。他用精金一他连得做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。他用皂荚木做香坛，是四方的，长一肘，宽一肘，高二肘。坛的四角与坛接连一块。又用金金把坛的上面与坛的四面并坛的四角包裹，又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，做两个金环安在牙子边以下，在坛的两旁两根横撑上，作为穿杠的用处，以便抬坛。用皂荚木做杠，用金包裹，又按做香之法做圣膏油和馨香料的净香。